我们在安装加速器后，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如果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做一下自旋模式。在车通电但不要发动的情况下，我们长按 MOD 一键进入自旋模式。现在是自旋模式，我们通过加减号把它调到800，现在是808，我们调到800，现在是800的状态。我们再把油门踩到底，慢一点，就是反复2到3次。然后这时候长按 MOD 键5秒，这时候自学模式成功了。